诶，大师弟在野原寺。如果现在可以去吗？是这个吗？野原大师弟展望台入口，然后直接进去吗？还是要给钱？500块，30颗狩猎球，然后嘞，跟谁说话？门口的女性 NPC， 这个吗？哦，清除浓雾的招式学习器。哦，好哦，清除浓雾。OK， 好，那这段应该会把它捡起来吧。拿30颗球送他了，收藏再去玩。清除浓雾，所以蛮早就可以拿到清除浓雾了。来放一个看看。我捡到放浓雾那个什么清除浓雾成功吗？哦，我只知道这里有浓雾可以清，这每次进来都要放一次哎。哦不，是小泉史，小泉史不要打了好不好？觉得小泉史很可怕。怪力，哦，清除浓雾，怎么按？这样就清楚了、啊。好吧，那大概就这样。